爷你好。前面摇滚区要坐下来哦。坐下来哦。乖乖爷爷有几颗牙齿？两颗。那我们可以跟他一样这么少颗吗？不行。爷爷，我们喜欢吃点心，但是我们都会刷牙，对不对？要刷牙，对。所以爷爷今天要送大家好吃的点心，有没有想要？有。哇，爷爷今天好大方，还要送这个耶。不过我听说好像万圣节游行的朋友，你们都会拿到一包，里面也有乖乖爷，对不对，爷爷？对。我这之前我们要先送给你们这个，好不好？好。刚刚那首歌会不会唱？会。我们再练习一次哦，很大声哦。乖乖。就可以拿到奖品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来拿点心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又要站起来了，怎么办？你们没关系，你们坐着唱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们动上半身，就会不会今天回家之后发现，我变瘦了，但只有上半身瘦了。手在动，都在动。好，因为这个安全，我怕你们今天一个小时会一直站着坐，我们这首歌坐着唱，好不好？好。小声，先给我一个五。一起大声倒数，五。健康快乐乖乖，营养好吃乖乖啊！没有广告嫌疑，我只是要背一下歌词。哎，对，健康第一，好不好？好。最后一次大合唱，我们就要来送礼物了，可不可以呀？可以。可不可以呀？可以。声音比我们麦克风还大声，好不好？哇，你看到了没有？看台区的，你们有大点心在那边等你们了，好不好？要听到声音，好不好？声音，这个我们大合唱。